改了又掉了，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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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么检测的，他没有检测那么狠。没有那么智能，这玩意儿了，他哪有空啊？一 A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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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吃药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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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A 平 A 致命减盐，哎呀，你在这转儿。不会的，不会，不可能。你看鱼那个别人改了没？不能那么智能。先来一个小耀光。我跟你们赌命的，他不可能掉。我问你不要动不动就赌命啊。那算了吧，可能掉金吧，你放一万金吧，这把游戏指定打完，把游戏指定打完，你等着吧，十分三十秒肯定不可能掉。选个我刚，可是你想啊，不溜走。能打卡吗？不卡，有点卡，73延迟，你说能不卡吗？有一点点，接近0.1秒的感觉，还好。我技能正好放都能放出来，再封一下。这兵给我好好的吃下来。那时钟比我们快一个小时，省着你老说我沈阳时间。可如你家一 A 平 A 错了，交闪，幺死，我的炮车，这个六没什么灵魂呢，因为你炮车把灵魂给弄没了。好吧，五分钟四道坎是吧？五分钟到。没掉吧？五分钟，五分钟四道坎儿，没掉吧？啊，他闪现交过了，我不记得他闪过了呀，他什么时候闪的？好吧，他闪了。那弄的缺过去？谁家翠神啊？我们家的。一共两个人头，全是我的，行吧。先插个眼儿，剑圣打野还好啊。碰一下。一 A 打不走，平 A。碰一下，谢谢多夫老林哥。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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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老。老。朗朗朗朗，你说明白呀，还要回家，我不回家，我不回家，我就在这打你一下。这波可以中赶赶一下，
来来来来，翠神翠神翠神到了，他走了，不知道是不是有眼儿啊？小心一下卡牌的飞啊！卡牌飞我这边，卡牌加盖伦全要死，他也不太敢飞我。把线放出来，要不这个盖伦不好打。就这么两个办法，那要杀我。就这么两个办法呢，要杀我，就这么个小剑圣要杀我，你给我回家！可恶，交个闪现。这波先去河道吃狗屎。三个人头全是我们的队友，零个三。剑圣没抠，他敢放抠吗？他敢放抠，我闪现都不交。控一波线，打着含糊，不用着急啊。八分钟才六个人头，他们就死，他们也不会一直死，所以根本就不用着急。这要是打国服，现在我们直接得回家，然后出来再一顿杀这个盖伦，一直杀他，然后把塔一推，那行。八级。你们俩聊球。空线儿，三项2233，差了能有500块钱。杀个盖伦，吃个塔皮，正好够。20秒也大，我们有两个小饼干，可以加我100点蓝。现在我是400点蓝，这边的蓝够我放2套技能，还行啊。这边的卡牌真是一下也不飞，我发现的。有眼儿。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누가감히내능력을의심하여一下打排骨，剑圣可能在左边啊。来，我去拿个红，然后回家。拿个红回家，正好三项。这波不去，耽误回家时间。我们10分钟三项，已经是有点无敌了。还有20多秒，没掉！你看，我就说不可能，不可能，非得跟我在这扯。我说不可能吧，不信。倒立拉稀的，你欠我30秒。哎呀，这刀补，我靠！亚马逊，这盖伦有闪现，我不好杀他，怎么办？下波杀，下波给他德玛西亚用了。
其实我刚很想越塔杀他，但是他就有闪，我怕他给我杀了，我们直接这节奏就断了，稍微稳一点。挺猥琐呀。好，这波可以杀。等这个小兵死那一瞬间，OK， 游戏结束，传送没了，一些塔我拿掉了，打塔老快了，卡牌不敢飞，我就怕他剑圣过来。千万别来人，游戏结束，游戏结束，我们无敌了。谢谢光谷同学的两张班卡，谢谢，小心，说慢了啊，说慢了，我吐了口痰，怎么搞偷袭呢？不是浪费闪现，我不知道他是出那个德克萨斯木印的，我要知道他出木印的，我不闪。谁知道他是出木印的，给我减速，正常剑圣不是没减速吗？他减速不着我，他大招我马上 W 好，一放个 W 就完事了。那不行了，这波我们还是得去上路，我们得回上路收兵了。走下去，十一级，先把蓝打了。这波四十秒有大，嗯，我去打个红，嗯，中路可以试试。哎呦，永生卡牌，玩呢？打大，把盖伦杀了，杀完以后我们去打个红啊！哎，他们家这卡牌咋不飞呢？没见过这卡牌飞呀！小龙团，我好紧张啊！我打个白银的有什么好紧张的？紧张，我手有点冷了。아군당했습니다좋아
十七秒啊，这波龙去不了。看哪里有眼儿啊！该轮过来了，这龙要不了啊！我血太少了。这边打起来，我们就会被剑圣收割，不行，能那么打？打的等我两件号，能行。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잘했다저기학살중입니다看着有点送了呀，完了，按错了。来一波五 v 五团战，兄弟。左边插个眼儿。上路得把线儿收了。这团战得杀晋圣，还不能杀小黄毛。团战打晋圣，晋圣是那种收割型晋圣。晋圣应该要往中来了，马上我们到。这中路晋圣敢出，直接把晋圣杀了。看看晋圣在不在野区啊？找他一手。是不是在这三郎这个位置，还是在哪个位置？把剑圣先收了，剑圣才150块钱赏金吗？大树挺搞事儿啊，再收一波，盖伦都了，盖伦应该闪，没关系。大龙不能打，没事，我上我三件套啊。马上我三件套，等小龙。先别打啊！先别打！你们能打过吗？一换二多不合适！
눈독. 항상 최고를 추구해. 等个线手，我们就离了。这把我就不九头蛇了，跟我来。 盾，哎，不好上，没血手太脆了，能不能追得上？这波可以打这边，一塔还没掉呢，三条龙了，可以打了。 我不想杀盖伦，其实你知道吧？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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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剑圣杀疯了。哎呀，剑圣杀疯了<笑> ，Follow me。 我们一定不能死啊！他们可以死，我们一定不能死。我们死了就等于给机会，我们一定不能死。现在猴不是以前的猴。 找我打，想好了，我需要一件春哥。点了吧，不配赢，别着急，别着急。 My name is Water Monkey. 턱을 도저히 막 수 없습니다. 좋아. 开龙. 这是我们的翻盘点，这条龙是我们的翻盘点。我现在是25分钟是7级，我们马上18级。我差一件，我压了大树7级，我压了大树7个等级。 说实话，啊，打得我挺累。刷剑圣的，999了，哎呀，操！ 怎么没队友啊？
屁呀，这猴操了，要有个死亡之舞就好了，没以前用。没事，我二圣复活，对面大龙、小龙被丢进去。我这波能打三，没事。别拿小龙，别拿小龙，打的有点快呀、啊，这龙啊。龙魂了，龙魂了，挺烦的。他们也不跟我走，关键是，那刚才我们大了 buff 都拿完以后，那人不知道哪去了，打了半天没有人旁边。这打牌倒没啥伤害，就是控制比较烦。十八级，跟我走啊！这玩意儿打一顿死啊！你跑啥呀？你刚才跟我杀剑圣啊，早点上啊！金克斯在干嘛呀？跟我走啊！弟弟别爆就行，没事，下边的说，等我龙哥能好打一点。没神装呢，花400，20块钱。那阿卡丽刚早点上，他剑圣都死了，他不早点上，他早点跟我上打伤害，他就死了，其实也行，他就死了给换了，我们其实都是赚。他不早点上，他这么让我先死，那你说你还打出伤害来吗？你2-8的，别害怕呀！完了，他们还不老五个人站一块儿，一整就上面一个，下面一个，上面一个，下面一个。怎么分开走？守基地。这卡牌的控制是真是烦，控我这么远。真鸡巴难带。好菜呀！一个25分钟18级的猴带不动队友，哎呦我操，打得我脑袋疼。